情况情况。是注意里面有些人家的这些网站。哦，那个，啊有有。所以很多选择都在。哦。但平常常见那个话不说话都背景很多哈，其实我发现这个名哈，我得到意会不到那个深解意趣啊，不到那意理归趣啊。哦。话不说话啊，我特别懵懵。哦。所以哦，当然你这样伊就是，也是要叫会当真正决定行住啦。或者决定行住是真正简单啦，就是讲个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但是我深深一个体会啦，就是讲，对佛法初初来到佛道道场学习，哦，对一个是道亲，甲即摆是一个道场个干部，佛法个心境是完全无同款个。应该各位今天咱拢有这个感受吼，尤其得亲的时候，哦，平常个对不对？而且啊，你直接听道理，佮有变动，人家佮够了想。但是等下你讲讲，哦，求得咱拢咱听咱个讲师啊，你甲咱讲嘛，咱求得一个课安尼，伊做着苦言、三言苦衷，咱甲咱来求得。嗯。看咱来是定出一支，哦，你求心表示。这心三宝心观，但是等下咱求道了后，咱真正进入要起修起，开始学的时阵有信心，开始咧修要学的时阵，咱是挂的使命啊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一个人正也是咱的顶门师兼牛甲来讲，咱是有使命啊。所以咱的身份是非常深刻，拄只在即伫这经文内底甲来讲，咱不是凡夫啊。咱已经是咧行菩萨道。金六多万年菩萨道的一个菩萨，伊出只甲咱教讲，咱今日去度人是咱的本分，度人心存道心是咱的使命啊。哦，唔只个电视讲讲，看到人就来开嘴啦。咱若听李雪尊讲师哦，哎，记得我有李雪尊讲师，伊演讲哦，有上一个下一个，何况哦，有时啊去爬山就是会听伊的迄落。演讲啊，那么伊讲啊，讲伊是一个 CEO， 星光人寿是 CEO， 高处不胜寒，无人敢投伊啊。但是伊是输命来，哦，咱拢伊是输命来的，伊家己去找讲，为什么无人要投伊啊？但是咱今学求道了后，伊讲的，伊是输命来。那么伫输命来的时阵，伊讲嘴吼，两条腿的啊，哦，啊，佮开又开吼，袂当投啦。哦，我伫遐咧讲。做人啊，什么人讲倒天只只狗仔离开家咧，对不对？但是对咱来讲，咱对只对面市场讲，咱会惊啊，对不对？咱就是会惊讲，哎，今日咱要去倒这个人，咱唔知是伊会当信任咱未？伊有法度相信倒这个人，伊面子，伊话咧还是讲伊的脾气做着会严，苦叫无咱去倒的哦，一任而且是刚刚来倒，所以伫而且讲要叫咱破这个相。哎，真正话无说话吼，我拢感受讲很不简单呐、啊。但是当然，这咱透过学习了，了解讲咱的使命在身哦，我感觉讲嘛是爱去做啦。而且，我听伊组长讲嘛，讲别个施工金融金讲啊，真好，为什么吼？那也无人要来听啦、啊。所以，我这个礼拜嘛，咱咧四个阶段哦。金钟关存十六个啦，我甲伊问讲，你新民关的时阵几个？伊讲要到六十个啦，要到六十个，读到进金钟关存十六个啦，多谢谢。那即个上机，我甲伊讲，五十个是阿伯姐，啊，十分的吼是阿伯姐，所以呢，咱即几个吼，那是上机。所以你讲，这是无法个关系了。当然，咱若有先生的功夫吼，应该咱就有法度来运用上。动作这些咱的思维，咱的经验，啊，咱应该从核心着想，从核心着想，啊，无像咱确实，妄想常常听咱电视，还是咱听人讲开放的迄个，如果真是，今天咱还是打算甲开放看卖呢？电视去做水都要一个月啊，哦，对，泉州去到青岛，所以咱今仔天气怎么来处理是足寒啦，哦，处理足寒无大家来吃食啦，足济会无方便。我做这个方面，你无法出门上无方便，无法感受，上面上无法无方便，浴室甲厕所，
意思较做就是咱每一工拢接触个物件，但是你就是袂当讲像伫厝遮存在个，对个，哦，像伫厝遮尔存在。所以呢，即比较灵灵活说话吼，我们可能就是要去很去，咱讲爱去亲证吼，才有法度去体会这个经验。这是我的体会，感谢袁师这个解释。哦。大家都有领悟，都有感受到哈。所谓的能化有所谓的一个少化，变成幻化哈。所以就化无少化。化无少化。没有一个能化，没有一个少化。五蕴菩萨说幻化，幻化都不行。好，来，面红面紫，面红色亮。好。面色亮，好厉害。